完美是什么？2600块买了两个充电宝，100瓦大功率，镂空设计，可以通过按键控制各种参数、电压，几乎可以兼容各种设备以及多种协议。但是这些并不是我购买它的理由。购买一个东西是因为喜欢，可能是功能，可能是颜值。显然，我属于第二者。我不能强迫大家的审美和我一样，但还是希望你所拥有的每一件东西是因为喜欢和热爱，这就是完美。